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遭羁押禁见，全台各地众多小草为之震惊。民众党台中市党部公告讯息，号召支持者北上声援柯P。不过仔细看报名表单，台中市党部发出北上声援柯文哲主席集结，除了集合地点，竟还标注参与北上每位需要汇款500元保证金，并于当天搭车时返还。这500元的用意到底为何？因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被网路灌人数，一次灌下去100-200台，哦，我们车子来了。弄不单不难，交了500块，如果没有来，我们会把这个500块捐给台湾民众党，你会拿到一张收据，哦，啊，如果上车后，我们就会把500元啊退还给你。说实在的，下一个到底会轮到谁？大风吹会吹到谁？还不知道哦。除了台中彰化县党部群组也贴出9月8号紧急动员令集结。我们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，在没有任何的证据情况下羁押禁见，决定北上声援。用司法绑架政敌，让全台湾成为全世界的笑话。民众党彰化党部po文，9月8号全台各地小草集结，北上立法院用行动支持柯文哲，需要带的物品拯救阿贝的心与屹立不摇的坚定。声势浩大，不过担心报名灌水，空车来回依然要收500元保证金。这场活动到底能集结多少人，恐怕得要等到9月8号当天才能知晓。三新闻陈明豪、谢仁真台中采访报道。